才做王掌权，做王之后，那大卫后面还堕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我都需要有一个感觉，所以他所经过的一切，要成为我们的履历。再次，耶稣，在那个时刻里，激起伤痛。时代转移了，对，本来是啊，律法时代，五年他是怎么过的呢？他因为逃难，他就凭着那个膏油，就是今天你我所说的复活的大能，来过这样苦难的生活，至终就在生命中作王，他是真大卫，对，冲破敌库，把那个水取回来，阿门，大卫王喝。阿们，所以就需要有一班人，阿们奉献自己，阿们奉献为彩饰，甘心献上自己，阿们说少年人对他必如清晨的甘露，阿们他三天得胜了，阿们但是谁解他的渴呢？阿们哦，主耶稣啊，对基督所经历的，阿们我不过都是空的，阿们大卫的帐幕都会倒塌，阿们所以你我需要起来，阿们阿们与他是一，阿们啊，阿们那日就在宝座上作王，阿们今天神的国掌权，在我们身上有国度的实际，阿们用在信心里面说尼托神弟兄坐监20年，对，但是他里面仍然有喜乐，阿们就是罗马书14:17说的，哦，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，阿们。